不能在此歇息，现在必须启程，改做华西道。你一个向导，有什么资格命令我？这事儿你得听我的。魏光明入幽阁15年，他明明是昊天的罪人，却受到众人的拥戴，凭什么？我们裁决司明明代表昊天的意志，铲除异端。 却被世人鄙夷唾弃，又凭什么？罗总，你乃书院主任，却用魔宗手段，难道不怕天诛？若非正道，何惧魔宗若是沉沦？哪里让人入冥界，永世不得超生？师父，您没事吧？有人改变了棋局。 虽然并未休息，但这个人并不简单。11月4号起，周六周日晚间6点，江夜就在爱达综合台300频道。